等平！ 居然追到了这里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们了。是挺不好找的，这地儿太大了。你也同那谢好一样，是蓝爵的走狗。我不是为他来的，我是有个线索没弄清楚，必须问清楚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火烛山的护甲油，到底是谁涂上去的？是你还是他？ 我当时被关着，可没这么长的事。那就是你了。是我让旭东屠的。你为何三番五次利用我？今夜我要脱身，必须找一个假的凶手给太后。只有你来破案，太后才不疑有他。哼，阴险狠毒，火如乃斧。你。 问完美，问完赶紧滚！好马甲，你，张平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你，像你这种人，自然不会有人舍命救你。别痴心妄想了。但人我还是得救。 他是有错，但该不该死，得由官府说了算，不能以私刑了结。既然你想跟他一起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还记得吗？这是你烧香药用的松脂油。问完美，问完赶紧滚！好，马上走。张平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但人我还是得救。 张平，